圣经中末世的预言都围绕以色列。此讲座由中国哲学家梁彦成博士和一众基督教传媒人为你精辟探讨以色列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让你洞悉有关圣经末世的预言，把握时机，为主做末世的精英。全新节目《从中东看末世终局》讲座，7月26日星期日晚上8时。